月租120万，逼走吃鬼，闲置10个月，房东不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苹果，今天要来讲一个贪心房东吓跑租客，最后嘞又回心转意的悲惨故事。王老先生有快递呀，咿呀咿呀哟。在台湾，有钱有地就是任性。如果这块地刚好在热闹的商圈，走路可以横着走，来家里爽收租金。但是嘞，太贪心，遇到意外被烤摸把塞。这血淋淋的例子就是赤鬼供应店的房东。每到用餐时间，门口总会看到排队人潮，为的就是吃上一口美味的牛排。赤鬼生意好到每个月营收就可高达800万。房东啊，看好台中供应商圈的发展，就向赤鬼狮子大开口，调涨租金。最早从45万一路涨到80万，去年更是一口气从80万又要涨到。